你们喜欢什么东西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阿班的苏雨欣。我喜欢这个章鱼的玩偶，因为它有两个颜色，它变成两个颜色，看吗？大家好，我名叫谢言化，我喜欢这把家，因为可以保护大家。我目前最喜欢的玩具，不过我希望以后能像这个玩具一样有更多很多的钱。啊，我是林建图，我喜欢这把刀，因为这把刀很美。谢总刚好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个车，因为它是S2阶段的玩具。我喜欢的玩具是这个陀螺，因为很好玩。我来自二阶班，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个飞镖。我是来自三阶班的黄子轩，我喜欢玩偶，因为玩偶很可爱。我喜欢的玩具是奥特曼，因为奥特曼很厉害。你好，我是一晨，我最喜欢玩具，我最喜欢的玩具是奥特曼玩具，因为它很可爱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赖天成，我的玩具可以走，谢谢大家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林建福。我喜欢的玩具是这个，因为它很好玩。我来自五阶班的李子毅，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把武士刀，因为我可以学习掌握保护自己，可以保卫国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一阶班的李子毅，最喜欢的玩具是螺旋，因为它看起来很有趣。玩这个是因为它的小球可以移动。谢谢大家好。I'm Guru and my name is Tang Junxi. I am from 5J. I also I like Pogo. It is because it is fun and so and diverse and interesting. Thank you.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阶班的春雨儿同学。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可以激发我们的大脑，还可以填补我们的空闲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阶班的罗宇涵。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个，每当我有压力的时候，我玩这个。就不会有压力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阶班的林小彤。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一只毛绒玩具。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可爱，而且摸起来很舒服。我希望我明年的生日礼物会是它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四阶班的可威同学。今天我来讲我最喜欢的玩具。我最喜欢的玩具是这个绿植物，因为我说到很奇怪语言，它会跟着我说。
因为它没有电了，所以它不能吃。谢谢。好，我是来自四阶班的黄凯毅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玩具，是爱丽丝娃娃，因为它是我在卡通里面最喜欢的一件事。